編號5524依只咧有住啊一種軍標味道嘅巴特斐麗白金嘅一隻 GMT 時計咧，咁就談不上喺市場上面又話隻手可熱啦，咁但係咧都唔係話即係咁容易買到嘅。咁啊睇到咧佢有呢個 GMT 嘅 function 啦，咁啊有啲似少少似咧，即係可能我嘅睇法啦 ，Oris 咧都有呢個半緊鎖嘅 crown 嘅，即係擰一擰咁就 lock 咗佢噶。咁啊睇到咧可以調呢個 GMT 嘅前後啦。咁使用嘅時候咧，理論上咧，當你喺屋企嘅時候咧，未去到第二地方咧，就應該咧冚住啲 GMT 針嘅。不過有啲人就希望支 GMT 針指住第二啲地方啦。咁啊有三支針望落去精細啲，咁啊見仁見智啦。咁我反而覺得呢隻錶咧就個藍鋼燒得靚啦，而且咧。即係有嗰個一個白金嘅外框住啲 index 噶，令到啲 index 咧望落去就精緻啲，同埋咧就閃啲嘅。咁啊，依只 PP 咧有別於一般 PP 嘅樣式噶啦，42mm 大白金殼。咁啊，機芯又唔係話即係都係 PP， 即係本身自己嘅系列入邊嘅一個機芯啦，即係唔係話獨特嘅。咁但係咧，依只錶咧就有，即係我再講一次，即係有別於咧我哋一般見到嘅巴特斐麗啊。咁又當佢一出嘅時候咧，大家都話：哇，做乜出就係咁嘅軍錶咁嘅樣啊？咁啊，如果冚咗個 logo 咧，我相信咧就俾一般嘅玩家咧，就如果佢冇見過嘅 PP 咧，就會覺得啊，依啲都唔可能係 PP 嘅樣啦。咁啊，依只白金錶咧喺市場上邊咧，咁都幾。即係我覺得幾值得買嚟收藏嘅，咁啊有一個幾得意嘅白金嘅扣，咁啊成隻錶咧重揼揼嘅，可能係佢本身嘅 size 嘅因素啦。咁今日同大家分享依只5524。